就发表过一张专辑，但是由于专辑整体传唱度不高，并没有取得较大反响。所以此次林心如的新专辑大打口水歌牌，主打歌《洋葱浓汤》旋律简单，比较符合大众的听歌口味。这个跑跳碰帅得鼻青脸肿还说不痛不痛，切洋葱。新专辑能够成功推出，这让林心如在今年年尾得到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。而在即将到来的2009年，除了工作满满外，林心如在感情上还有所期待。期待有缘人出现了。